掌握华强北一手行情，不做二手韭菜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强北阿柴，每天下午打卡华强北各大市场，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下午的3点半，阿柴也是准时到达市场，先过来飞扬的三楼，帮一位广州的粉丝挑一台15 Pro Max 256G 的原色。这是一台美版有锁的全新机，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标签，运营商是一个 SP1 的电池，100%的效率，充电是零次的。最近美版的15 Pro 和15 Pro Max 价格也是上涨了一些，阿柴在这里就放一份这两天的报价给小伙伴们参考。像这台 256G 的，我们在市场是花了5450拿到，5000多块钱搞定一台15 Pro Max 还是全新机，小伙伴们觉得性价比高吗？紧接着帮一位武汉的粉丝挑一台15 Plus 128G 的黑色，这也是一台美版的卡贴机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本机，这台机器是一个充电零次的。像这种紧激活的全新机，目前市场的参考价是3450，性价比的话在阿柴看来还是比较高的。弱弱的问一下小伙伴们，你们会花3000多入手一台美版的15 Plus 吗？要拿到机器都搞定好之后，阿柴也要回到办公室开始验机了。今天的市场行情就先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